写到哪儿了？我杜秋冬人根据本人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：一，在横路家带家抢劫强奸；二，在横路敬二家盗窃；三，杀死横路家带。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，我追悔莫及。好，很好，接下去写。我杜秋冬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。你看多么蓝的天，走过去，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，一直走，不要朝两边看，明白吗，杜秋？快去吧。怎么了，杜秋？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。就这些事吗？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，我要去雨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从这儿跳下去。赵仓不是跳下去了，唐塔也跳下去了，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。你倒是跳。好，这下有决心了。嗯，怎么的，你害怕了？你的腿怎么发抖了？啊，太不像话了，老家伙。史村，闪开。我打死他是正当防卫。完了？不，哪有个完呢？我也去行吗？